怎么会在那个人手里？先生，请留步。我想问一下，是吧？这把伞是你的？是我的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把伞是你的？这本来是我的呀。我说明什么？可这伞柄上分明刻着我朋友名字的缩写 YYT。 他怎么会在你手上呢？YYT，你走吧，把伞留下，我不追究你偷伞的责任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不知道下雨了，我就捡了把伞，我还给你吧，不好意思。等一下，啊，这把伞送给你，啊，给林道。谢谢。浩东，你说这把伞是阴幽潭的？对。 这伞不是寄存好了吗？怎么说丢就丢了呢？你说这个现在的小兔啊，怎么连雨伞也透啊？看这么大的雨，怎么会这样？都怪我，要不是被我穿满衣服，就没有机会了，就算是买把一模一样的，也比不上阴潭姐的那把珍贵了。你盯着吧，咱们先回家再说。怎么样？天大了车，行行行，看你小心点，别摔倒了啊！这我惊车的雷劈，滑落在自我的心里，我多怕，来不及说爱你。 我们先去趟夜店。哎呀，苏醒啊，哎呀，多亏您同学的爸爸热心的送我们一程。哎呀，要不今天肯定打不着车了。你的同学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啊？哦，是女同学。哦，哎呀，苏醒同学的爸爸，一会儿车到了楼下，你一定要上楼去坐会儿啊。不客气，我也是顺路。 算是到家了，难得逛个商场还不能这么大。来，小心点。哎，素心同学的爸爸，谢谢你了啊！不客气。改天有时间一定上楼上坐坐。再见啊！再见，再见，慢走啊。
素心啊，多亏你那位同学的爸爸，要是没有他，咱们啊，今天凌晨洛杉矶，哟，哎，哎呦，这商场周轮伞他怎么自己跑回来了？哎呦，素心，你真奇怪，我要出去，你去哪儿啊？手机落车上了，哎呦，这个乱呐！这伞也太奇怪了。哎呀，素心，你回来了。素心回来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人大礼把你淋成什么样了，傻孩子！你手机找到了吗？哎呀，你找什么手机嘛？车都跑那么远，你找手机？赶紧把衣服换了吧，洗个热水澡，要不然感冒了啊！赶紧去吧。行行，你坐下，咱们接着分析。哎呦，你说出门的时候把这伞带上了啊，这回来的时候它快在咱们家门口了。哎，我想问你，你说这个伞它怎么回来的？谁知道咱们家住在哪里？你有没有看到是谁把伞送回来的？你告诉我。它已经丢了，怎么会自己跑回来？是啊，奇了怪了，它自己长翅膀飞回来了。珍惜它，对呀，哎呀，真是！你说我们这个伞它是怎么回来的呀？你说这个送伞的人，他能把伞挂在我们家门上，那他们就知道我们家住在哪，对吧？那他挂着伞，他怎么就不打声招呼就走了呢？哎呀，你说你姨父来那个人挂着一把伞，他也什么都不知道。姨妈，有些事情不知道就不知道了。说明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。对，好人多。姨妈。
今天买的也太多了吧，这会不会很浪费呀？不浪费，哎，浪费什么呀？你从今天起，从明天起吧，你每天轮换着穿。